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游戏是 PoE 流浪道，然后今天是新联盟。对，刚哎开蛮久的，开一个多小时了吧？哎，我在按 OBS， 然后我应该是玩召唤啦、啊。虽然有很多技能都被强化了，可是我觉得我应该配不出来。能够达到24挑战的，那重练一只有点懒惰，算了呢，还是玩我的召唤好了，起码要24挑战90人 ，OK 吗？然后那个什么，诶，瓦尔库好像被改弱了，诶，改弱吗？啊，反正他要的那个灵魂数增加了，比较不容易放。其实也还好，我顶多打网放一下。影响应该不会太大。欸，一开始怎么练啊？太久没玩，忘记了。啊，随便啦，反正乱练应该都练得上去吧。没点错的话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卡？城镇妖兽卡，一个爆聘。要拿什么啊？忘记了。王权之盒。哦，我们已经打到哪里了？自习的巢穴是哪里？我球丢掉吗？哦，然后又要移这个，哇，这个真的不能改一下吗？从最后面移到最前面，哎，卡住。那最好是有人通货页是放在最后面的啦，根本是放在最前面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还没有地图页，我觉得地图它应该还是放在后面。还有那个金水跟什么，唉，真的是不能直接排在前面吗？这样很麻烦呢。那掉好了。然后应该点这里吧。还是看一下好了，不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力。这里，好。然后一开始就会遇到这个联盟的东西了吗？诶，为什么我把它弄成移动？定点攻击哦，这是新的功能。这怎么弄啊？哦，这样子就定点攻击。要按攻击的时候不会跑，续斧头就不用按了。这是改版新加入的功能。好啦，还蛮方便的，我不用按续斧头了耶。这怪物跑掉是不是就不会追啊？不知道欸，如果跑到范围外会怎样？哦，方便，那一只手就可以玩了吗？不知道欸。学者竞技场啊，那个是不是就是这次那个遗迹什么的？完全没看过的地图。什么东西 ？Tab 显示大地图，我早就开起来。那教学是不是把它关掉 啊？还是看一下会不会有改？觉得应该都没改啊。
咦，然后这个是不是按一个全部都改啊？哦，好吧。它不是一个一个调的，是按一个全部都改就对了。巨兽之父，我已经有人在第四章了。一个，这应该是11点开的，一个小时46分，好快啊！我才刚开始玩，然后身上捡一堆垃圾。要不要去拿个医疗箱好了，慢慢玩。欸，可慢慢玩就不需要拿医疗箱啊，因为不用跑水，慢慢走就好。然后等等，我还被打死，应该不会吧？打到那边应该都三等了，应该不会被打死。然后点这个，一开始完全没用的，再加能量护盾，17的10%是多少？宇宙无敌少。哦，不能站撸啊，一定要走位。这个中型药剂，然后重登吧。咦，这捡不起来。咦，医药箱有那么大一颗吗？哦，真的那么大一个，很粗啊。送一颗技能，击杀幻影辅助吗？哟，元素扩散这么早就有了。元素扩散，技能爆发，还是拿击杀幻影辅助好了，四等才能用。好，又有人在世界瓶换东西，唉，而且还换那个 NPC 买的那本东西，我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对吧？看一下电弧，我一个傻眼欸，电弧不是 NPC 就有了吗？欸，还是有什么角色买不到？好吧，不知道。热水池不想解，踩一下。破图时间是不是有变久啊？我怎么觉得过图好像变慢，还是想太多？咦，啊，这次没有标出来，我有惊叹号。中四等了，
是诶、艾瓦新的 NPC 吗？嗯，我懂。一阵我的魔力会不会回不回来？算了，喝水好了。击杀幻影辅助没有招出来，有两只。为什么现在是骷髅了？之前好像不是长这样。其实也忘记之前长什么样子了，好吧，不管了。之前是不是法杖什么的飞在那边飞啊？哦，噔，这是什么？进去看一下吧。虽然听说一开始解这个没什么意义，去看一下。哎，哦，然后踩进去是不是？哦，哎。哦，杀怪会增加时间。我去看那个红色的，红红的，结果我只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欸，这个到底干嘛的？一点用处都没有吗？入室，糟糕，在那边浪费时间。欸 ，BOSS。哦，只有七秒，打不死欸，呵呵，GG，哈，被传出来了，一堆垃圾，嘿嘿，一只小 boss 都打不死，叫我情何以堪？三个都有了，你的地图是不是改过啊？怎么觉得？长得不太一样之类的，不要打这个好了，太耗时间了。所以说这个联盟就是找那个艾娃，然后开时空门之类的嘛。我有火灵了，我去拿个火灵。那火灵这次应该没变动啊？诶，对，应该没有。召唤愤怒狂灵，还是我没看仔细，他又被改了什么？哦，法杖会。那没什么用。嗯，然后咧，咦，又有图腾是不是？这次买得到吗？我记得好像没有。买僵尸好了。然后熔岩之核是不是可以丢掉了？不对，打那个典狱长还会用到，幻化武器火蛇图腾，火神图腾，好，先这样。欸，一开始就放一只这个海虫之母，终极魔力药剂，
副锁链头盔。幽魂海沟，这个又是哪里？哇，没有路，那地图是不是也改过？每次迷路都要讲被改过这样。其实根本没有改，只是自己走错路。哦，哎哇，这次应该比上次撑久一点吧？嗯，这个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阶级一。哦，然后这个是不是那个里面的地图啊？上锁之门啊，这个没开过是不是？所以我只能往哪边去啊？嗯，哦，一个看不懂欸，还是这两个表示是里面的小 boss？ 哦，藏宝库，我把它改成藏宝库好了。还有裂片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就直接去阿兹瓦特之巅，我觉得我会死在那里。打个藏宝库，喂，这要干嘛？发生什么事？哦，我升级了，这根本打不死吧？我觉得我会先死欸，那个击杀怪物是怎样？时间到，被丢出来。哦，好吧，一开始应该都打不死啊，而且我都没加伤害。三只僵尸，我还可以招两只欸，那怎么没有尸体？还想说要改建一个藏宝库，结果根本打不死。还是说一开始根本不要想着把那个王打死啊？应该在那边杀个小怪什么的。累积一下时间什么的。然后时间够多再去杀王。陷阱34%，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
新的词缀吗？我靠！这联盟是陷阱联盟就对了。两倍的陷阱伤是这样算吗？134%。欸，不对，那可能是看要看你原本陷阱伤是多少加上去而已。反正加超多，咦，啊，我的僵尸剩一只，这才几等啊？哇哇，几等的啊？咦，我怎么找不到？哦，13等的装备，超级眼馋，看半天看不到需求等级。钟建刚是谁？为什么我一直要叫他吃饭？你然后我跑水拿了，根本没有在按嘛？怎么会这样呢？熔岩之盒应该没用了吧？还要继续留着吗？不对，有用有用，哎，我又忘记了打那个典狱长，可是我靠火灵打也是可以。奇怪，为什么一堆人都饿了啊？这么简单吗？诶，这个又是谁？艾瓦佛莱，对，查看神殿。弹药库。改建为格斗场。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使用火焰增强全能，然后还可以跑去别的地方。嗯？升级？哎呦，一个不懂啊，反正你打不死，随便啊。进来散步，看能不能击杀怪物，击杀满啊 ！BOSS 先不要打好了，什么东西一直在打我？我升级了 ，BOSS 先跳过，可剩10秒，哎、欸，我时间加不回来哦，杀太慢了。啊，哎、欸。加不回来，哇，没了，欸，根本抽不满，就被踢出来。哎呀，为什么他手上有惊叹号？哦，
像是，诶，剩余八次穿越，什么意思？我只能再穿八次吗？好吧，不知道。还是八次穿越之后会重置之类的。沙太慢，根本时间加不回来。糟糕，这样我玩召唤，这样玩召唤队吗？这后面杀的应该还蛮快的吧？啊，到时候再说啊。对，哇，这每张地图都有一个爱我、啊。买东西。哇，这城镇怎么这么卡？连物品栏的东西拿起来都要顿一下，奇怪，是我的电脑在卡吗？FPS 在那边乱跳，显卡不够力吗？剩余八次穿越，嘿嘿，到底百变地图越多，啊，不管了，反正一开始没差嘛。吉沙已改变为陷阱模仿。一整个不懂哎，反正现在都杀不掉，随便玩这样吗？然后怪物都不会掉东西，是出去之后一次掉完吗？应该是这样。喂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会掉东西哎、欸，速通之石干嘛的？不管，先捡起来。欸，那会掉东西哦。想不到居然会掉东西。欸，又一颗。我捡还蛮好掉的，所以应该没有太大的作用。欸欸，我没捡到，刚才掉了两个什么。啊，所以它不是里面的东西掉出来吗？还要自己捡。诶、欸、啊，速通之石诶、欸、不见了。喂、哦、所以是我的速通之石掉地上了，对不对？剩余七次穿越啊，好吧，不知道怎么用啊。东西居然不能带回来。时间到，然后东西喷在地上就对了。钱，喂、欸，啊，算了，我又没有要练近战。
哇，怎么这么痛？一世之风。水银药剂，哎，对啊，我水银药剂都没有再喝，哪一哪都不喝了，这样，哪一哪然后都不喝，有什么可以换的吗？近战伤害扩散，附加火焰伤害，不知道有没有。哦，又卡，我擦！召唤物伤害辅助。干嘛？然后我忘了换我的那个什么外观，换一下好了。这次要用什么好？蒸汽泰坦，透明染剂。不知道换什么好哎。狩猎玉，然后选个外观，选一个小时，雷霆悍将，狼王，这个。气外观好像没得换吧，我没有法杖的外观，头部特效，不错，圣什么祖灵圣符是分享，背刺，地狱翼，项链我没有项链特效，角色特效，有哎。最终混沌，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。我是忘了买什么啊？算了，附加火焰伤害。还有七次穿越。哦，献祭之事哎，允许你献祭一个传奇物品，可是我没有传奇物品啊，办不到啊，不管。灯17秒。咦，那这个再踩一下是不是就出去了？时空传送门有没有？你这召唤打好像蛮吃亏的，因为我要等召唤物过来。
然后怪是不是无限生啊？还是有限的？剩两秒了 ，GG。四卷轴，耶！然后他怎么又有对话？感觉好像进去晃一晃，然后喷一堆物品这样吗？哦，还要过那个试炼，我好烦哦，每次都要过试炼。虽然比之前少了，还是觉得蛮麻烦的哎。伤害。让他戳好了，反正应该戳不死吧？欸，可以戳得死欸。哇，被吸啊！我两下就快死了，啊！进去打房间前还要思考怎么开哦，这么麻烦。哦，那个连通史是来开门的就对了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在想那个连通史干嘛用的。哎呀，我的僵尸又死光了，怎么这么不耐打。回到现在的时间线，那个门才会开。哼，为什么才刚开服没多久，大家都会玩的？是通通有去爬国际服的吗？去国际服爬稳，欸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每区都有一个爱我啊，这样子我是不是要无视他好了？不然怎么觉得会玩很久？这一区哇，连好多个门，宝石模仿，你这还可以升阶是不是？阶级一，哟。哇，含有充满通货保险箱，可是我打不死啊，有屁用。14秒，欸，这个更短了，只有14秒。boss 还会跑来跑去。欸，打死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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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干嘛？靠腰。要放大招！你打死吗？打死吗？打死吗？
欸，我快死了，他为什么一堆柱子？擦，还是没死。我还以为我能把他打死，结果他居然会回血。还是要先把旁边的柱子打掉。哇，不知道。然后那个速通之石又喷掉了。我到底应该先拿速通之石去开门，还是把那个里面的 BOSS 打死啊？宋建刚下楼吃饭。宋建刚到底是谁？要这样恶搞他？11等的还打典狱长？哎呀，这个联盟升级蛮容易的，就一直打神庙就好。打到这边居然11等了。因为我打多久？靠腰，我打了40分钟才要点狱长。好像哪里不太对啊。哇，我这伤害怎么那么低？咦，点狱长的血有变多吗？为什么觉得火灵打他不是不太痛？哇，11等被典狱长打死！哎呦，一整个到处乱跑。算了，都是垃圾，还在想要怎么捡。哦，好慢哦！11等，这个时候应该有人已经在打海妖了。果然，还是要用洗点的比较快。现在都点那个什么。能量护盾，哎，哦，幻射石，点数全部都在点能量护盾，哎，有点到伤害，就只有这3点，哎，不对，2点伤害，啊，好惨啊！图腾要怎么放法术？这是个好问题。法术图腾，啊，有人会回答他。法术图腾不是法术串图腾就可以放了吗？欸，他一定没有串过。欸，有一个爱我，我要打吗？感觉有机会杀死一只，要不要再打打看？灯还有5次穿越，打哪一只啊？哦，使用召唤物增强全能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召唤物变强吗？杀下面那个。
欸，他只有给我14秒，怎么越来越短啊？这游戏到底之前还有17秒，现在直接剩14秒了。速通之时，还是我要去开门。喂，哦，死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被丢出来。啊！使用召唤物增强全能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咦，然后是不是有个挑战是要每一只都杀过？我靠，22只都要杀，超麻烦的。哦，好不容易杀掉一只，结果你跟我讲要杀22只。可是其实后面很好杀，我直冲那个 boss 就把他秒掉，这样。我僵尸又死掉了，但是没有按到僵尸会回血之前，这僵尸实在超弱。动不动就死给你看。欸，蓝玉戒指，至少比那个断铁戒指好一点。虽然断铁戒指也可以把它卖商人换成蓝玉戒指啊，加个技能石就好。可是我好懒惰，算了，就这样用吧。12等了，啊，还在点过路点这样。为了不洗点，只好这样了。其实前面点伤害，后面再洗掉比较快。感觉用那个后悔石又要花很多通货，算了，慢慢玩。或是要用商城的那个，欸，我应该有一堆点数吧，我看一下。怎么那么慢，欸，现在改成这样，哈哈，392点，然后通通没有用。392点，欸，奇怪，怎么留那么多？现在回来应该没东西拿吧？哎，欸，一点半了，那个万难演习，我关一下门。靠，这万难演习的声音这么小声哦！关。突然想到有万难演习这种东西。关一，哇！清晰召唤骷髅，闪电传送。买。关一。欸，我麦克风应该收不到，为什么一直在那边关？召唤骷髅，
闪电传送。咦，奇怪，警报声有那么小声吗？我记得以前超大声的。咣咣咣！哎，闪电传送嘞！还好万安演习没有停电，吼吼吼，不然我就不用玩了。哎，哎，为什么找不到？我在这边，超级眼瞎。电传送。骷髅要放哪边啊？骷髅，这个怎么又被点掉？清晰，哦，好像还有一个什么火焰伤害，是不是？附加火焰伤害，哎，怎么没有？近战伤害扩散，先买起来。还要买什么？忘记了，想到再补。可是我现在其实拿天雷蜘蛛伤害比较高。天雷蜘蛛，它有改吗？伤害应该有比较强。诶，瓦尔地区耶，去踩一下。这次的挑战有瓦尔，所以又来刷红门碎片了吗？只是现在要搞红门碎片，好像不能刷那个皇家花园了嘛。跑去打那个升华迷宫，一整个懒惰欸，超不想打的。之前我在那边刷皇家花园，哇，好久之前的，两三季了有没有？欸，还是四季了，忘记了，有那么久吗？真的很多季之前，欸，我僵尸又死光了，这么不耐用，四只还可以一只，已经是三等了，我到底在干嘛啊？诶，灰岩药剂，不管有没有用，先捡起来。诶，怎么怪物打我现在这么痛？还是白就这样。以前都是僵尸挡在那边，所以不觉得。现在突然没僵尸，就觉得好痛。哦，这只有，哦，巨巢之主谢克。咚，哦。欸，两个，现在喷这么多东西，两颗，记得以前就掉一个而已，欸，捡起来又把它丢掉。我应该又都用不到，好吧，丢仓库。哦，现在瓦尔区域不错哦，掉的东西变多了。之前顶多是掉一颗吧，
或是一个碎片，所以现在有机会出两个碎片吗？然后我要不要解一下那个船长？剑和丝，装满物品的藏宝箱。应该杀得掉吧？杀不掉的话就杀不掉嘛，也不会怎样。速通之石，啊呵，好像不行。先把速通之石用掉，他就开了。有一只蚊子哦。啊，杀不死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欸，可以，十二，耶。然后时间也到了。他不是有什么藏宝箱吗？在哪里？还是他只是把那个房间改成这样？哦，然后我剩三次穿越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刚才开的门应该是这个宝石魔坊，应该啊。这样不就超麻烦了，要自己开路。虽然他一开始有给一点点路，先来解个船长。欸，我是不是螃蟹没解啊？突然想到，要不要回去解一下？我等等还记得，就回去解一下。魅影传木洞穴，好歹也是一个技能点，欸，天赋点，一个天赋点，怎么又继承技能点？一个天赋点，治愈神殿内的怪物，这什么坑爹的？使用闪电增强全能，好吧，我去拿治愈的吗？还是拿那个闪电的？使用闪电增强全能，欸，他会哦，没有啊，他已经直接飙在外面了，我还要移过去看，超笨。欸，不是欸，不一样欸，使用闪电增强全能。欸，还是欸，不对啊，为什么他击杀升哦，击杀已升级为全能反应场，他全能反应场的功效是使用闪电增强全能，这样哦，好吧，呵呵，是我自己搞错了，所以他已经写在外面了。哦，先把右上那只杀掉，虽然可能杀不掉。欸，那只在哪里？这里。我又升级了。欸，我会不会被他杀掉？哦，没事。好，没事。欸，我有没有机会杀两只？好像没有。冲啊！剩两秒啊，不可能，办不到。满地垃圾。然后这个就变成使用闪电增强全能。虽然他写的是中文，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用的。什么叫使用闪电增强全能啊？这是翻译问题吗？还是什么？一整个看不懂。欸，这里是哪里？哦，那个船长的洞窟。
你已经忘记自己刚才在哪里了。欸，然后我杀掉一只 boss， 结果我出来掉的也是一堆垃圾哦。我靠！那个真的超缓的。那我僵尸要死光了。在新的什么？好，不晓得。灵魂遗址，这个又是哪里？啊，果冻不要打了，超烦。我觉得先去采船点吧。已经是四等了，怎么莫名其妙升到十四等了？还记得之前有人玩的时候，十等就把那个海妖打死了。之前晚上差不多十二等吧，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慢。十等把海妖打死，不知道怎么玩的。欸，致命之喜，还要拿那个来玩吗？哦，电弧，冰霜星星，电弧，我要玩电弧吗？来玩一下好了。虽然我没有加法术伤害，所以那个伤害应该弱到一个不行。可以拿来玩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喂，征服石。来看一下它电出去是怎样。诶，踩错。这个。那这个船长在哪边？之前都会在船点旁边。现在又不知道改到哪里去了。电弧，哦，好像有比较猛，轰轰轰轰轰，哦，好猛哦！我这次没点法伤哎，这两下就死了，这两下就死了，会不会太夸张？我这次没点法伤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是我的等级太高了，一等电弧是不是？闪电传送，对啊，一等而已，为什么这么猛？每秒伤害39，啊，可是打那个。强一点的怪好像就没有那么猛。哇，好夸张哦！以前电弧伤害有这么猛吗？突然都不放
召唤愤怒狂令的，那边只放电弧，咚咚咚。哎，这招有点夸张啊！难怪会有一张图片是放核爆的。我觉得他们可能那个数字有点打错之类的哦，不然怎么会强成这样？毁天灭地的电弧，我去拿一下螃蟹的天赋点，这回来应该是变一下正常，因为这个地方才五等。我已经14等了，我真被僵尸锤死了。哎哇，进去欺负一下。爆裂物，就当进来接挑战了。电一下就死了吧？没有电一下居然没死。好吧，还是他是根据我的等级在用的、啊。还有一只，冲啊！然后我死掉了，为什么还会有什么东西炸出来？可能两只都打死吗？我觉得有点难。还有一只在哪里啊？怎么不见了？还是说那个死掉之后，另外一只就消失？一次只能杀一只。啊，这好像有一个挑战要把整张图清光了。好，又开一条路了。我来干嘛的？找螃蟹。我打完那个神庙之后就失忆了。我还没有串任何东西密门波动。电不死。好吧，感觉电弧复活了。强到有点夸张。所以可以来个电弧陷阱吗？丢一丢陷阱，然后电弧在那边电来电去，快就死光光这样，好像蛮猛的。可是我不会配角色，所以还是算了。还是等别人开发出来再看看要不要玩好了。这电弧真的有点夸张啊，感觉下一版就被削弱了。献祭一个传奇物品，靠腰还有减玩家最大抗，我去把它打掉好了。上面的，这样以后就不用打它了耶。这样想应该没错吧？为了解挑战要打一次嘛，我现在把它打掉就不用打它了，是不是这样讲的？然后进来这边会不会减最大抗？但是我的神庙是不是要刷新还是什么的？那个穿越次数没了。我是不是应该跑前面的神庙，然后解那个要把神庙清空了？是我跑那么慢清的空吗？没秒数了，三秒，没了。整座神庙，这个是整座神庙的扣，
哟，好卑鄙哦！可是我穿越次数是不是没了？哎，进入神殿。哎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进入神殿，是不是神庙次数没了就可以进入神殿？好，不晓得，反正要开我打一打，结果我要打红门女王，我就死在那里了。哦，减罪大纲，好哦，这个真的会有人挑吗？是为了解挑战啊？然后这个是谁啊？我忘记名字了。就多一只 NPC 在这边。他好像蛮猛的欸，可以靠他打吗？我在旁边打酱油就好。招式有点华丽。哎呀，他人呢？我在这边。我奇怪，怎么我去顶个天赋点，他就消失了？招式会不会太华丽了一点？砰砰砰砰砰砰砰！他后面有怪在那边放招，到底空大？哎，没有路。哦，靠腰红门女王，这样打不赢吧？啊，还是这个是我开的道路，所以前面只是在开路这样吗？开路跟加这个属性，我短暂的穿越任务。然后次数没了之后，就可以开神庙打，就打王这样。我也不知道王是什么，没有去偷看国际服的实况。等于是自己做一张地图这种感觉吗？不晓得。然后词缀可以自选。七次机会可以选七条。应该是这样吧。哇，电不死了。哦，额外更多生命。我觉得这个电虎比我的火灵强多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还是火灵，其实也蛮猛的。放一下，好像比较慢呢。那蛮多的，哎呦，哎，我怎么被包围了？靠腰卡住，哦，那到底是谁的招式？然后我僵尸要死光了。连锁四次，毁天灭地的电虎，
欸，我的这只是 boss， 小 boss。中，喂，如果这里杀了也算。能量剑师，欸，这里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我僵尸又死了，是不是应该晚一点再进来打？开个门好了，不然死掉要重走。已经预设自己会死在这里了。嗯，这神庙怎么那么长？超长的。等一下，如果我那个路没有通到顶层，是不是就没办法打顶层？可恶，开完是不是还要拍一张照，把自己开的地方记起来这样？这边应该没有大，没有一个快捷键叫做神庙的可以看吧？应该是有预言，没办法看那个大地图，还要自己拍照留起来吗？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办法把它记起来。那僵尸又死了。长满腐蚀性的植物，喂，蜜蜂之乡，好像蛮烂的。朽木之干，那个以前玩火影的时候拿来塑形用的。空气箱，啊，应该不用我去卖东西啊，这东西都蛮烂的。我还没到顶呢，而且这里怪物等级才11等，11，现在才发现，然后等等我还被打死，叫我情何以堪？喂，守卫的保险箱，啊，守卫嘞，哦，两个。已污染的东西，它多什么属性？我看不出来。这个应该都是瓦坏的，瓦坏的东西。这怎么一直都是这只啊？钢铁剑师？咦？还是这个开头都叫做钢铁剑师？没有欸，我怎么觉得这次我打过了？欸，哦，那个万难演习结束了，开个门，去开门哦。好，继续。
怎么又一个守卫的保险箱？是不是这个里面都是瓦过的东西？这个有用吗？等级这么低，应该都没什么用。哦，那个 boss 房是不是过不去啊？要绕路吗？还是我没有把路开到那边，只能看进不去？我为什么把我的清晰关掉？我过不去哦。我路没有开到那里吗？是封着，还是其实这边可以过？穿墙，不是有一招可以穿墙的雷霆冲锋是不是？要回去买一个试试看。这边可以看啊，我没有把路开过去，好吧，就只能到此为止了，是不是？这边应该拍一张照啊，到此为止了。还是我有雷霆冲锋啊，我觉得也可以穿墙，这是一个 bug。雷霆冲锋，我买得到吗？我在巴哈有看到，应该还没修掉。我的路没有开好，过不去啊！那招雷霆冲锋，我搜寻的好了，冲锋，还是冲就好。雷霆冲锋，绿色的28等。好的，拿不到。哦，那这个神庙只能放弃了。路没开嘛，就过不去。所以还是要规划好开的路，不然过不去。这里木孔里。我那个螃蟹打了吗？还没。这样就不能打了吗？放弃了，因为路没有开好。所以要打最后的话，要把路开好，这样吗？还蛮麻烦的耶。这样的话不一定每次都能打到，还要看运气。很难得有等级低的能打。结果没办法，我没有拿天赋之书，每次解一解都忘记拿，而且应该有两本没拿。所以看来打神庙最重要的是要把那个路开好。怎么只有一本？考不会那个没解吧？被放逐了水手，还是我已经把那个书吃掉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我怎么都把书吃掉了？被放逐了水手，城镇怎么这么卡？好吧，应该自己吃掉忘记了。一点印象都没有，怎么会这样？
然后解过一次艾克的穿越次数，是不是就刷新了？看一下。有11次哦，11次欸，然后还要想好路，弹药库要开到模仿，哎呦这些怪好烦哦，在思考啊，不要吵。一开始应该是这边嘛，所以这边随便吗？献祭一个传奇物品，这次我应该打过了。